嘿嘿，欢迎收看男生有吸力。杨顿三年好风光，收拾行装赏花去。你在那个堆的是一动手一点都不工整。怎么了嘛？我觉得挺好的。啊，生气生气，没办法生，好吧。今天天气好晴朗，处处好风光。这样的大好时光，我们不能浪费呀、啊。你在那双出去离了吗？要不我们录完节目出去郊游一番？你那想得美个美哟，那倒真没享受哎。好不好嘛？好不好嘛？好嘛，既然你只能讲也有用了，我也不伤那个心了，好吧？我们做完节目就去。好耶，终于可以出去了，可以放松一下，交友一番，踏踏青，哦耶！哎，要直接玩，你想好了到哪里玩吧？哎，这个还真没想好，有什么推荐吗？哎，我倒真还有在地方好多意见的东西。我们到八斗山人里了，那里梅湖返老，风景优美，一山古香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们录完节目赶紧去。别急啊，我们先补啊这个。既然要到八大山人纪念馆去，总要有理由改呀八大山人了，是吧？这个我知道，八大山人不是八个人，而是一个人。耶，米扎，个人都晓得呀。八大山人原名朱耷，明末清初画家，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，明王后改名为朱道郎。从十九岁后，朱耷分别承受了明朝灭亡、父亲去世、妻子亡故的沉重打击。从此，他剃发为僧，皈依佛门。我要当和尚。好的，八大山人呢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法了，晓得吧？这个我略有耳闻。还俗后，八大山人潜心于书画，并将儒、释、道思想融入书画艺术中，集移民、禅师、画家。一生八大山人的作品宁静纯洁，超尘脱俗，其水墨大写意花鸟画以笔简意赅，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而脍炙人口，称美于世。如孤松图，自上而下一气呵成，笔墨无多，然气势磅礴，孤高挺秀，柔中玉刚。再如双鹰图，枯枝微石之上，两苍鹰相互顾盼，俯仰之间，鹦鹉之姿一览无余。八大山人呢，以解恰不嘎的笔墨表现的是俺傲的一个性格，抒发对于当时清朝统治阶级的相当不服气。八大山人四字联写起来，有时像哭之，有时像笑之，分别表达了他写字时的心境。名画家郑板桥在提八大山人的画时称赞说：“横涂竖抹千千幅，墨点无多，泪点多。”真的，说的我都有点泪点多了。八大山人呢，在陕西都是一个实干者，南庄镇高新五里外找的一个列宁官，改建了以后，也改名叫金云母，所以以后就潜心于这个的画法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不对，这个谱和现在的谱不一样啊。哎，那可以不晓得了。高金我是年个时候有在叫戴金云个状元，改谱为母，以死金云准母，晓得吧？所以以后就叫金云母。哦，原来青云谱就是这样的，长见识了。哎，等下子我们到了八大山人来给哪种见识呢？真的，老万，我们走吧，赶紧的。哎，别急啊，记得发现男装分享胜法。我在圈圈，你在哪儿？拜拜。拜拜。八大山人，我不能关机，过去不能，绝对不能关机。我的节目是有事来过。八大山人呢，以解家嘎嘎病嘛，表现的煎熬的一个性格。继续讲。八大山人呢，以解恰嘎个笔墨，表现了解傲的一个性格，抒发了解对于当时的。我要当和尚。太入戏了，太入戏，太帅，太帅了。走。哈哈哈哈哈。